方是年轻一辈的女主持，不论是舞台上的表现还是私下的生活，李瑟斯都受到了大家充分的关注。近日央视主持人李瑟斯亮相某档节目当主持人，她的穿搭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当天李瑟斯身穿一件浅粉色和黑色拼接的小西服，下搭质感很好的黑色西裤，脚踩黑色细高跟，头发简单扎在脑后，整个人看起来知性又优雅。台风和主持功力都很好的李瑟斯穿上这身美衣后更是气场全开，举手投足间落落大方，十分有范。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李瑟斯的这身衣服和范冰冰撞衫了，并且还撞发型了。两人撞衫后难免会被比较，网友看到照片后表示这次李瑟斯更漂亮，整体略超半颜。李瑟斯也不是第一次把女明星给比下去了，上次她和黄圣依同框就被网友夸气质更好。看来央视的女主持不论是颜值气质还是气场都不是盖的呀。